该不是咱的建筑文化，事实上跟咱的志工有真大的关系。咱的感谢跩志工，因为也会使讲也做了足侪这个工作，无论讲是伫社区也好，还是讲伫这个社团，还是讲咧伫咱的啊公家机关啊来到咱服务咱真侪这个乡亲。啊，今仔日隆重表扬着将近900位的这个志工朋友，那么有165万的这个时数，换算成现金也好几亿哦。再谢谢我们所有志工伙伴他们的协助。那今年呢，特别难得有2队呢是我们的年轻朋友，包括有啊达德的啊，以及那个啊，可以说非常啊，谢谢这些青年朋友一并加入我们的志工，而且呢还拿到了我们教育部相关的一个这个奖项。再次的感谢所有的志工伙伴们，谢谢。好，请感谢彰化县后备宪兵和松协会徐坤兴理事长。再次的掌声来谢谢我们新加入霞河计划志工队，再次感谢彰化县后备宪兵和松协会一起来加入志工的行列。特别刚才我们县长有提到了中泉社区，我们的为观光导览志工荣获今年度我们的卫生福利部全国自由志工团队唯一入选的2个志工的县市。掌声恭喜，以及再次感谢娃哈哈科学服务团20工商赞吧，给自己大家一个赞。娃哈哈科学服务团2青年发展署颁发智能运用奖，达德商工电机科家电志工服务队赞吧，超酷超帅的，对不对？哇，志在必行，与爱同行，再次恭喜，再次感谢您。紧接着继续来到我们前方，来，我们有奖牌有奖状的帮我们打开哟。志愿服务节